欧林我已经拿完了，欧林我已经拿完了，哎，升等了，升等了，哇哦，78喽，怎么突然就这样升等了？突然就这样升等，我还以为不会升呢，哇，升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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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升等喽，防御增加一点嘛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点敏捷，就差一点敏捷，然后我们就来制作一下那个万能药，万能药。我目前万能药是制作了四次失败啦，那这次如果制作失败的话，我可以再制作两次。第五次合成万能药，希望能成功啊！成功加一点防御啊！来啦，万能药制作 ，Go！ 拜托拜托，一点防御一点防御啊！失败，第六罐啊，第六罐啊，来咯，万能药第六罐制作 ，Go！ 拜托拜托拜托。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OK， 制作六次全部失败，制作六次全部失败，那就没有那个了，没有敏捷加一了。谢谢收看，记得要帮我订阅我的 YouTube 哦。如果还想要知道更多小 P 的消息，欢迎到 Twitch、Facebook、Line at Gameplex 上面搜寻小 P 的账号。OK， 那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小 P， 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，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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